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上午有客人，我们耽误了半个小时时间，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。同学有一个问题，佛讲《无量寿经》可住，是否用师父的语言，还是一语不一语，哪一种能得定开悟？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可否添加公案故事，还是完全不添加？哪一种能得定开悟？好像问的主要意思是得定开悟。得定开悟啊，与这些都没关系。慧能大师没有讲过经，他得定开悟了。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看到海贤、海庆法师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他们得定开悟了。由此可知，得定开悟与这个没关系。与什么有关系呢？我们无量寿经经体下半段五个字有关系：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心是真心，平等心是真心，真心自然就会开悟。我们之所以不能开悟，我们用妄心，没有用真心。所谓妄心，真心里头有了障碍了。实际上真心是从来不会有障碍的，障碍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可是我们执着假的障碍，当作真的，不肯放弃，不肯放下，它就真造成障碍了。真正想得定开悟，大乘经教里头佛给我们讲得很详细。在哪里修呢？楞严经上讲25圆通，25处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这三六十八，再加上七大地水火风空间色，在这种境界里面，你能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得定，就开悟。我们张开眼睛看外面境界，这色相有没有动心？起心动念迷了。分别迷得更深，执着迷得最深。我们是不是用分别心、执着心、起心动念的心？这叫凡夫。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用清净心的人就是阿罗汉。四禅八定，用平等心，这是菩萨。世间菩萨没有超越世间，他们在哪里呢？他不在六道，他在四圣法界。十法界里头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他在这里头。这个世界是清净世界，六道是染污的世界，叫秽土。四圣呢是净土。可见的放下重要啊。
我学佛，是偶然的缘分，从来没有想到学佛。啊，从小观念当中，佛教是宗教，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。啊，那个时候学校老师教给我们，我们相信老师的话。啊，所以在25、26岁之前，我没有碰过宗教。啊，可是上次中日战争胜利之后，我住在南京，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，我住在同学家里，陈志。啊，抗战期间我们在贵州同学，老同学了，他是南京人，我住在家里，在他家里住了一年。啊，他们家庭多元文化，所以我对于宗教接触是在他家里。他的祖母是佛教徒，念佛吃斋。他的爸爸是伊斯兰教的信徒，妈妈是基督教的信徒，一家三个宗教。啊，他的兄弟姐妹七八个，全是跟妈妈学基督教的。啊，所以老太太跟他爸爸是单独一个宗教，家里就一个人。我住在这个家庭，对于这些宗教略知一二。啊，可是我那个时候很喜欢伊斯兰教，为什么？他讲五功五典。啊，五功是属于宗教的，五典就是中国的。无常、仁义礼智信的，啊，我们非常喜欢的，啊，所以中国伊斯兰教里头有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，它是温和的。我们在印尼这个国家非常明显看出来，印尼有两个大岛。苏门答腊那一边的伊斯兰教从中东传过去的，啊，可是爪哇这个岛呢，是郑和传过去的，郑和七次下西洋都到过这个地方。啊，爪哇的伊斯兰教带着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，人温和，啊，确实守住了仁义礼智信，啊，中国这个伦常八德。他们接受了，融入他们的宗教。啊，也讲义气，讲慈悲。啊，中国古人讲的，讲仁爱，讲孝悌忠信。啊，最近这20年当中，我跟他们的接触很频繁，啊，关系非常友好。现在，他们全国中小学
要推动弟子规的教育，回教大学要建立四库馆，要成立汉学系，这都是好事情。啊，校长两次来访问，啊，也邀请我，他们四库馆破土动工，请我去参加这个仪式。啊，我答应他们了。最主要的是希望跟校长有多一点的时间交流，把中国古老教学的智慧、教学的理念跟方法经验，我要向他报告。啊，因为中国教学的目的是圣贤、诚身诚心。佛陀的教育是成佛成菩萨。跟今天西方科学教育的理念方法完全不相同。啊，所以汉学系是培养儒释道的专家教师，啊，一流的师资。那我把我自己知道一点的要贡献给他们，啊，希望的时候往后的教育世世代代能有圣贤出世，众生就有福了。清末民初，中国确实有一些学者提倡以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这个说法很有道理，有体有用。如果因为只有用没有体，社会出乱子；有体没有用，不会出乱。啊，社会会安定和谐。啊，人民物质的享受没有这么方便。啊，那么有体有用，这是最完美的。啊，这古人这一句老的概念呢，我们要把它复兴起来。啊，中学是我们中国的学术带给我们一生幸福美满，啊，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生活方面的方便，啊，体用都要缺一不可。如果要缺，宁愿缺科学技术，不能把伦理道德缺失了。啊，圣贤教育里面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怎么得定？一门就得定，两门就不能得定。两门是你脑子里头有两样东西会扰乱你，一样就得定。啊，
接触到佛教的人都会知道，尤其在我们这个地区，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他是广东人，他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在黄梅参学，跟五祖，五祖教他什么？《坛经》里头有记载，一般人看不懂。黄梅八个月啊，他到黄梅去，目的告诉五祖了啊。第一天见面，五祖问他：“你来想学什么？”他的回答说：“我来想做佛。”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我不是为别的来的，想来做佛。啊，五祖就有本事帮助他成佛，真善知识啊！五祖教他什么？他怎么成佛的？问他这个年轻人，在家里干什么事？樵夫，卖柴的。啊，那还就你这一行吧。啊，你到对方干你的老本行，破柴充米。啊，这什么法子呢？成佛之法。充米破柴也能成佛。大乘教里的书，问题你要会，你会哪一法不是佛法？你要不会，华严法华无量寿经不是佛法。为什么呢？你开不了悟，你成不了佛。问题要会呀！啊，这个里头的秘诀，只有慧能知道，无所知道。啊，别的人虽然站在旁边，啊，看他们两个对话，不知道讲些什么。啊，分配到对方去充米破柴。慧能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你看在黄梅八个月，时间不算短的。啊，寺庙里面的时候他都不熟。讲堂在哪里？禅堂在哪里？他不知道。他工作就是聪明，那个对方他就在那个里面干事情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定。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他什么也不想知道。叫我干哪样就是一样。一门深入。破柴一门深入。充米一门深入。啊，把执着放下了，分别放下了，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他成佛了。啊，没有执着就是阿罗汉的境界。五祖可以给他印证，你证阿罗汉果。没有分别是菩萨境界，三贤菩萨。别教是住是心是回向，没见性啊，所以叫凡夫菩萨。六道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超越了，这是出世间的菩萨，法身
菩萨，原教初住以上，我们将用华严经的教义来说啊，华严经建立菩萨52个阶级啊，实心、实心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上面等觉、妙觉，52个阶级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就是不执着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六道是假的，永嘉大师说得很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就是醒过来了，阿罗汉醒过来了，从六道里的醒过来了，六道不见了，一场梦。醒过来是什么境界？是四圣法界啊，是释迦佛的净土，那个里头没有染污。为什么没有染污？心没有染污啊。要知道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的心不干净，环境就不干净啊。北京的雾霾从哪来的？大乘佛法人讲，从我们的心不清净。如果北京居民的心完全用清净心，雾霾马上就没有了啊，境随心转了啊。佛法专门讲这个道理，而且有事实印证。啊，来佛禅寺海贤法师就给我们做证明，他先清净，他居住环境清净，那个地方没灾难，心净则佛土净啊，心要平等，这个地方就平等，平等是佛法界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心清净，还没有达到平等。啊，平等是什么？初地到七地。啊，这法身菩萨了。啊，初地到七地，在原教呢，就是初住到七住。原教说41位法身大士居暴徒，他们住一真法界，跟我们这个世界迥然不同。我们这个世界是阿赖耶识变的啊，极乐世界没有阿赖耶识，它是唯心所现，没有唯识所变啊，唯识就是生灭法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由阿赖耶变现的啊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就有生灭了，有变化；植物有生住一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这叫无常这六道。啊，四圣法界还是有生有灭，他用阿赖耶用的正，六道里面用阿赖耶用邪了，用错了。啊，正是善法，邪是恶法，啊，烦恼。我们今天用的是阿赖耶里头51个心所里面的
烦恼心所，26个烦恼，我们用这个，这就苦啊。如果舍弃这个，完全用正的，是一种善法啊，那是什么境界呢？天道。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天道。啊，三恶道全用烦恼，没有善法在里面，全是烦恼。啊，人道是不是一半一半吧？一半善，还有一半恶，但是现在可能是10分之9是恶，10分之1是善。所以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佛法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断烦恼证菩提。啊，菩提是智慧。烦恼轻，智慧就增长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得定，要想开悟，要走成佛之道。成佛之道最简单，最稳当的，最快速的，无过于这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一句阿弥陀佛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可不简单啊！你要问我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花了30-40年的时间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！我比不上海贤，海贤没有费力气，老师一教他，他全接受了。我有老师教，教了我不相信啊！啊，初修佛的时候，灿云法师把净土介绍给我，以后我到台中去参学，出家之后还大部分时间都住台中，跟李老师。李老师劝我修念佛法门，我对这个没兴趣，所以我在台中学《般若》、学《楞严》、学《华严》啊，《法华经》是自修的，都是修这些大经大论。啊，对净土真正发生兴趣，是从《华严楞严》上得来的。《楞严经》25圆通，我明白了，恍然大悟，得归净土了。25圆通最后两个是大势至观世音。这都是我们最敬仰的菩萨修念佛法。华严经上文殊普贤啊，这是我们年轻人学佛最向往的、最尊敬的啊，在40华严第39卷看到了，他们修什么成佛的？念佛成佛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，非常惊讶了，汗毛直竖啊！那我们没在意，没瞧得起的，原来文殊普贤、观音世智，通通修这个法门，这法门还得了吗？啊，回过头来对老师
感恩呐、啊。老师劝我没接受啊，没接受的原因呢，我对他不理解。啊，我从小很多老年人都知道，从小就这个个性，不搞清楚，不搞透彻，我绝对不会相信。啊，一定要自己搞清楚，搞透彻。啊，所以我学佛那个时候还在上班。我们班上各个阶层的人大概有300人，这么一个团体啊，这个团体里面学基督教的人很多啊，我学了佛了，把头剃了，吃素了，我自己没有感觉到，我一个同事好朋友告诉我，他说叫我老许，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班上现在现象不一样了？我说什么现象？没有人听说人讲基督教了啊！原来三个年下班的时候在一块都讲基督教，这现在没有了。哎，我一注意，可是我说为什么？你学佛了，人家都说我是个老怪物啊，老怪物不搞清楚绝对不会轻易相信，他信佛，佛教一定有东西啊，值得他心服口服。所以你看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啊，对我们同事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啊、现在这些老朋友见了面都竖起大拇指，你的路子对了啊！当年我学佛他们都反对，都是你迷了啊，学可以学，不能迷得这么深了啊，都说我迷了，现在你看我都自在啊，跟我在一起个个高兴快乐啊，我说我感谢方老师，不是方老师的介绍啊，替我那么用心讲了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不会相信啊。他把这个问题讲透彻了，讲明白了，我相信啊。那时候认识张家大师，专门学佛的，专门修行人，我就一个老师啊，跟他3年，奠定根基啊，有这么一个基础，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10年。如果没有前头这个根基，到台中10年、20年都没用处。我这3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啊，所以要开悟，要得三昧，要开悟。老师讲过，我也明白这个道理。习气放不下，习气喜欢读书。啊，喜欢读书，常识很丰富，三昧得不到啊，所以现在真正放下了啊。这什么缘呢？来佛寺海贤老和尚的观点，啊，他的徒弟印智法师送到我这儿来，我一看我就明白了。他的善根比我深厚，20岁老师叫他念佛，他就接受了，
他没有怀疑，这了不起啊！啊，居然坚持了92年，啊，就一句佛号，弥陀经他都不会。啊，在寺庙里居住，寺庙里早晚功课、无堂功，他都不会。人家做功课，他心里念佛。啊，他要上殿，他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句佛号，92年的。啊，他有没有得定？有。他有没有开悟？有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知道。啊，他为什么不露出来？环境不许哭。他如果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他可以实现成佛，像师尊一样49年教化众生。他如果在中国唐朝时代，他跟慧能大师一样，啊，他在今天这个时代，这种表法是最高明的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啊，老老实实一句佛号，啊，在乡下做农耕，啊，农耕不妨碍念佛，92年这句佛号没中断，他成就比我高啊。最后的表法是为我们做证明，我们走的路正确，没走错。那为我们作证，3天就走了。啊，那留下来的该我们表法了。我们的语言不一样，表法的方式也不一样。啊，语言也是祖宗安排的，佛菩萨加持的，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，做不到，没那么容易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要遵从一门深入，尝试学修。啊，我们专学万缘都放下，专学无量寿经，而且选用的本子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啊，这个本子没有错误，还先给我们做证明。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没有错误，我们就要这一个经，这一个注，啊，不夹杂任何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啊，一部经一个注解，一句佛号，决定得念佛三昧，决定开悟，开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彻悟，啊，决定得生净土，啊，大家不要怀疑。如果有怀疑，对不起，海鲜老和尚。啊，所以今年我们第四回来学习这个经注，啊，第四回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要得念佛三昧。我们这一年当中，念佛往生要有把握，要真能去得了，啊，海鲜法师说过，我们往生他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，啊，我们会看到阿弥陀佛身边有海鲜老和尚，
上一次我们学到这一段，153页，第四行，第五行，念老的注解，日本道言法师所著的《无量寿经真解》，这个里头有一段话，无着之时，造物之时，圣道一种啊，经师难修，其难非也。这是讲一般的法门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法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。严格的来说，它不是宗教。宗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要素，就是必须要有一个造物主，创造万物那个神。佛教也是没有。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说过佛教是无神论。佛教承认有神，神跟众生一样，跟我们地位完全平等。他的智慧比我们高一点，福报比我们大一点。他不是造物主。所以有天神，有鬼神。这个要认识清楚。那佛教到底是什么？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。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，在落叶园教5个学生，最初叫五比丘。一直到他往生，他是79岁过世的。所以从30岁开始到79岁，49年。讲经教学49年。要用现在的人来看呢，他是一个什么身份？他是一个多元文化教育家。他什么都懂，无论哪一科东西他都知道。他教学生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信仰，绝对不叫你改变宗教。很多宗教徒、宗教里传教师跟他学。他是老师，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师生的关系，这要搞清楚啊。重要的，他留下的一些经典，经典都是当年的教科书。人不在了，这些教科书留下来了，现在后人把它归纳整理，变成有系统，变成大藏经。大藏经除了佛讲的东西之外，还有历代祖师大德他们的著作也收在这里面，给后人做学习的参考。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取的为什么要取华严老这个注解？因为他这个注解不是他自己做的，他是集注。集什么地方的注？
即佛所说的经论八十三种，佛所说的，佛菩萨说的，另外有110种是古来祖师大德他们的著作，完全是用这些东西来解释本经的经文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是用日本道严法师的无量寿经真解，我们读他这一部集注等于读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开示。啊，包括整个佛教的思想理念啊，修行的方法好在这里啊，精华的精华了。我们要去找这些著作可麻烦了，可不是容易事情啊，他都一条条摘录上来，精华的精华啊，经是经典精华，注啊是所有一切佛法典籍的精华，这多难得了，稀有难逢啊！黄念老师现代人，晚年我们在一起见过面啊，也是老朋友啊，在那个年代，在海外讲《无量寿经》只有我一个人，在国内呀讲这个汇集本的也只他一个。我们两个碰头，这欢喜人就可想而知。啊，所以老人在世的时候，我每一年至少要到北京去三次，去看他。啊，晚年的时候他身体不好，拼命做这个注解，这个注解做成功之后第一本就给我啊，我看到非常欢喜非常赞叹。那我问他有没有版权，他说你问这干什么，我说没有版权我替你印的，哎，有版权的听你的了，那没版权啊，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，要我给他提词，我都照办了啊。所以那时候出版社未定稿啊，印了10000套啊，非常珍贵的纪念品。以后他修改了好几次啊，我们现在用的本子是他修改以后的定本啊，增加了一些科学常识啊，他是个学科学的，在大学教科学啊。那么我这个本子也是李老师，我跟他老人家10年啊，这个本子是他给我的，在台中联社啊，他有个简单的注解，没注。现在有人用套色红字印出来，很清楚啊，非常珍贵。我过去在海外这个本子讲过10遍，都是用李老师的眉注啊，最近这个3遍1年讲1遍，用专门讲念老的注解，细说无量寿经啊，要说得清楚说得明白，大家才会相信。如果不是把它讲清楚讲明白，信心生不起来，良心很难，良心事理不知道就相信，这个很困难啊！世间人这个人不多啊，搞清楚搞明白相信多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经
认真学习，要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甚至于落实在修家治国平天下。那我接触一些国家领导人，他们都会问我这些。那我完全用佛经里的方法告诉他，因为佛法是真实智慧，是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，它就是从清净心流出来的小智慧，平等心流出来大智慧，那个后头却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所以这五个字觉是佛境界，平等菩萨境界，清净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，在哪里修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穿衣吃饭里头修，六祖慧能从破柴冲米里头修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到他功夫差不多成熟的时候，无足知道只有神通，慧能知道，别人不知道，所以五祖就提出考试，每个人做一首偈子来给我看看，看看偈子真正见性了，衣钵传给你做第六代祖，限三天之内大家把偈子做来给我看，就考试了，成佛的考试，到了第三天才看到一个人还不敢送来，贴在墙上，就是神秀大师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神秀的偈子。六祖对这个偈子写得不错，大家好好的依这个修行一定有好处，召见神秀是不是你做的？神秀是的，不行没见性，再去做一个。还没等神秀做出来，慧能大师听到这个偈子，就找人带路，贴在什么地方他去拜一拜，从这一句话我们就晓得慧能大师的老实的什么样，寺庙的哪个地方他都不知道，他就守住他冲米那个地方，别的地方他都不去串门，不去看看，生疏不知道啊。这一句话我就了解了，这个人是多么安静的人，多么老实的人，在冲米里面学什么？就是学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学这个，冲米学这个，破柴也是学这个，八个月真正到不起心不动念就熟了，他拜了这个偈子，把偈子开了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这个就及格了。打这一波就给他了，六祖一听说一看，马上把它撕掉，字擦掉，告诉大家没见性，大家心就定了，怕人家害他，嫉妒障碍
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他8个月才能，他是修行的，佛法没有定法，啊，会的人通通是佛法，啊，别看电视，看电视能不能成佛？能呐。啊，知道电视是假的，啊，看得怎么样？看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无作依报就传给你了。所以你要会呀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啊，不会天天读诵大乘经典也不是佛法。啊，真是智慧，不是从外头求来的。啊，真实智慧是内心里头生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华严经上佛说得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智慧自己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，跟佛一样。德能相好跟佛都平等，没有两样。啊，什么地方完全体现出来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完全是自性显的境界，没有阿赖耶识，所以极乐世界一切法不生不灭。啊，寿命长，无量寿，永远年轻，不老啊！为什么？他没有变化。没有生命，我们这个世界有生命，生命现象呢就在眼前，你不知道啊。科学家告诉我，早年的我们一个人身体细胞组成啊，多少个细胞呢？啊，60兆身体细胞组成。这个细胞新陈代谢，新陈代谢就是有生有灭啊，老的细胞死了，死了啥？排泄出去，从汗毛孔啊身上排出去了。新的细胞的饮食造成新的细胞，取而代之啊，细胞种类很多，形状不一样，有方的，有圆的，有三角形的，组成我们内脏，啊，五脏六腑，啊，细胞，细胞的寿命也不一样，短的几个小时就新陈代谢了，长的，最长的，很久，脑神经细胞，啊，它的新陈代谢最晚，大概100多年。啊，那么通常一般的细胞几个月的几年的啊，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7年是一个周期，7年身体全部的细胞都换了，没有一个是旧的啊，7年是一个周期，这科学家证明啊，细胞不是最小的物质，还可以分裂，分裂成原子，分裂成电子，分裂成中子，啊！现在科学家分裂到最后，微中子，啊，这当中有粒子，几十种，有夸克，啊，最小的微中子，啊，真正是我们看到科学报告，才知道《心经》上所说的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”。照见无蕴皆空，无蕴是什么？我们才明白了。无蕴就是科学讲的微中子，最小的物质。最小的物质它有5种性质，第一个是体、色、物质现象，你能看得到。啊，第二个呢，
精神现象啊，就是受他有感受，他有想，他有行，行就是继续不断啊，色根心前念灭后念生，这叫行啊，相续不断啊，最后是色，色就是阿赖耶啊。那么这现象阿赖耶是体，色受想行都是阿赖耶的现象，从现象上分啊，我们才知道佛经上讲的是这个意思，过去全都把意思错会了啊。科学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，所以科学报告我们要看，常常有新东西发现，在佛法里找到那是什么，佛经上名称叫什么啊，微中子佛经上叫它做极微色啊，极其微小的色，色相啊。所以佛法高等科学，我学佛的时候老师给我介绍高等哲学，我从哲学入门啊，现在我们肯定高等科学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三四十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啊，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跟哲学啊，真有真正有智慧，智慧是从自心里头本有的，心外无法，要记住这一句，要相信这一句，一切法都从自心生的啊，自心能量不可思议啊，所以要想地球上恢复正常，气候恢复正常啊，染物恢复正常，从念头啊，地球上的居民把所有一切不正当的念头统统放下啊，起心动念跟伦理道德相应，跟五戒十善相应，这个地球立刻就转变了。转变速度之快，我们想象不到啊。我昨天看到同学给我一份这一个星期的头条新闻啊，揭露给我看，我看到心里最近产生一个现象，就是天黑了啊，黑云突然来了啊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非常晴朗的天气突然变黑，不到一分钟，就好像灾难来了一样，但是还不错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三个钟点之后没有了，就离开了，但是它来得太快了啊，就像海子大海啸一样啊，几秒钟的时间，这个整个天空黑暗啊，引起很大的惊慌啊，人们不知所措啊，他们的气象台发表这种情形最近几天还可能发现，那让大家先安定下来，不要慌张，这个现象过去没有发生过的啊。为什么会发生？佛的一句话说清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经上说得很清楚，
持慢疑。这个五毒会带来五种灾难。啊，贪心带来的水灾，嗔恚带来的火灾，愚痴带来的风灾，傲慢带来的地震，怀疑带来的是山崩地陷，啊，山会倒下来，地会突然沉下去，那是怀疑。啊，所以我们能把这五个字修正过来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不傲慢，不怀疑，这灾难就没有了。从心想生，啊，这一句话要真正记住，佛教给我完全是事实真相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人心一定要善良，一定要厚道。啊，看到人做错事情，不要去责备他，去感化他。啊，他做错事情是理所当然。为什么？从小没人教他。啊，他要能不做出坏事，都做好事，那是再来人。佛菩萨不是凡人，凡人不可能不受外面环境影响。环境把人都教坏了啊，所以归结到最后，所有的问题都是属于教育问题啊。现在的教育把人都教坏了，教什么？教贪嗔痴慢疑。所以这个地球上有这么多灾难啊，有水灾、火灾、风灾、地震啊，山崩地陷，真有。以前听说没有听说过真的事情，现在这个新闻报道常常有啊，山倒下来了，所以土石流、山崩啊，地真的大面积突然陷下去。啊，对于圣人，相信圣人就相信自己啊。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句话说得好，是事实真相，确确实实本来是佛啊。现在我们佛教给我们如何回复到我们本来是佛，把我们本来面目找回来，这就是佛陀教育。啊，所以佛教为了不让大家产生误会，多加两个字进去，佛陀教育。啊，简称为佛教。它跟宗教不相干。宗教有需要的条件它都没有。啊，但是他最近这个两百年变成宗教了，这是事实，这不是假的啊。从教育变成宗教了，非常不幸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，两百年前出家人寺庙里头那些人都是有道德有学问，不是普通人。那现在想学呢？现在学的不在寺庙了，我说在哪里了？在经典。现在要真学佛，只有从经典里头切入啊。为什么呢？出家人都不学了，不搞这些。啊，金灿佛寺不是佛的，释迦牟尼佛人没有啊，完全是教学
啊，释迦佛没有带领大家念一天佛，没有，没有带领大家人去坐禅，也没有。佛当年在世就是讲经教学，你有疑问想请教，他给你解答。啊，怎么修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他不管这个。啊，修的原则就是放下。张家大师教我，看破放下，看破是明白了。明白之后不要放在心上，啊，放在心上执着分别错了，啊，不放在心上智慧是禅定，是智慧，啊，禅定不是形式，是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个杂念都没有，一个妄想都没有，那叫禅定。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啊，初学禅定面壁打坐，那是幼稚园的教学法，啊，必须禅定在行住坐卧，通通是禅定，这个定才管用啊！啊，生活在禅定里头，工作在禅定里头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在禅定里头，谁做到了？海贤老和尚做到了，细看这个观点。你看出门道啊，他不乱了 啊在农田里耕种，那在禅定了 啊所以禅定不爱工作，不爱事，不是说一切放下了啊，那是禅定，错了，没有一法不是禅定，法法皆是啊，所以我看坛经的时候，六祖慧能大师冲迷是禅定，破柴是禅定。啊，所谓禅定就是他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什么事情照干，一点妨碍都没有。啊，所以我们读真节这段文，岂不是就写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吗？无着我识，造物之识，圣道一种，今世难修，真困难，没有人能把它讲清楚，没有人能把它搞明白，我们怎么会懂得佛法？那么下面说，特此一门，智云极顿，简易直接，处世之正说，在时间，偏在时间。一代所说归此经，如重水归于大海，这底下还有文。当中省略了，由此言之，百万阿僧祇因缘以其华严之典，一大师因缘以成法华之教，亦为此法之有序。这一句说得好啊，真难得了。啊，华严法华是什么？是无量寿经的序分，无量寿经是正宗分。是华严法华的正宗分，阿弥陀佛是总结，你能够证的，就这一句佛啊，老和尚念了92年，他证得了，你看他走得那么自在啊，拿到这一本书，若要佛法行，唯有僧才子，那么欢喜，为什么？最后的一个证，一个表法，这个表法完了，他有功德圆满，他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，阿弥陀佛来接他了，欢喜啊！啊，所以拿着棚，搭上这些袈裟，穿袍大衣，
捧在手上，你们赶快替我照相。啊，你看旁边人看到，好像他是，啊，多少年来想要的宝贝一下得到了，那么欢喜。啊，他走了，该我们表法了。啊，我们得接住了呀，不能辜负他了。啊，现在的道场不在寺庙。现在道场是什么？现在道场在电视台，在网络。啊，不需要听众聚集在一起，每个人在家里学习。道场不要大，注重不要多。啊，印光大师给我们规定20个人。小道场，为什么容易维持？啊，费用少，啊，将来如果有缘，希望国家对所有的道场要给他土地，就像海清老和尚让出家人自己耕种，啊，他有一定的收入，不靠信徒供养，啊，真正能叫他安心，他心定下来，真会有成就。啊，所以老和尚给我们示范的这个例子实在是太好了，在这个大时代，没有人不尊敬。啊，你看，出家人布施，老和尚种的那些树，粮食分送给附近老百姓，那就布施啊。哪家人没得吃的，送给他。他那么大的地，庙里只有4个人，当然吃不了。啊，这到处供养，到处借阅。这个对的，啊，有这个小庙，虽然破旧，还能遮蔽风雨，够了。啊，不必要豪华，生活越简单，越快乐。深思，啊，自己照顾自己。不要依靠任何人，往生也靠自己。啊，自在往生，不需要人助念。老和尚说的很好，助念靠不住。啊，助念的人，这个想摸摸，哎，哪里热不热的时候，那都是找麻烦。你一个不高兴，三途去了。真的不保险，他的方法保险。今天这一个半小时快到了，啊，我们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到我们这边来，啊，看看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不能算道场，啊，这个地方是被一个同学发现了，啊，看到这个地方不错，开发商新建的，我们来看到欢喜，10几个同学，每一个人自己买一栋房子。大家住在一起，互相照顾。啊，用2个房间做摄影棚，所以地方很小，有2个摄影棚。
们在这里学习，在这个地方念佛，也是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我们除了学习经教念佛之外，其他的都没有。这些年来，年岁大了，国际上很多活动我都不参加了。找到我，顶多我写一篇短文，让大家在大会里头念一遍就可以了。一走动就会操心，我们的学习就会中断。我们不希望有中断。每天4个小时。一年一定要讲满300天。1200个小时。这是我们的标准。我们什么都不求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跟世间任何人都能和睦相处，没有利害纠纷。我们要的他们不要，他们要的我们不要，所以能够和睦相处，会相处得很快乐。我们也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。我们观念当中，生在这个地球上就是一家人。地球是个大家庭，我们都是地球人。在国外，外国朋友问我，什么地方人？我都告诉他，我们是同乡，地球人。希望大家慢慢都有这个概念。我们是地球人，我们要爱这个地球，爱地球上所有的人。全心全力为他们服务。希望他们一代比一代殊胜。中国古人所说的太平盛世，希望将来能出现。我相信群书之要会产生很大的力量。这是中国5000年老祖宗留下来的精华。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。